没有坐的，再充会电。不是偏心，人家选的位置，当时那个是这样。不好意思，女士们、先生们，欢迎乘坐高铁动车组列车。我代表动车组全体乘务人员向您问好。祝您旅行愉快。列车运行前方号展示：南宁站。Dear passengers, welcome aboard China Railway High Speed. The next station is 如果南宁 station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安全管理条例》规定，在动车组列车上吸烟属违法行为，违法时由公安机关作出改正，并对客人处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，同时还将记录客人身份信息，纳入铁路旅客信用信息记录管理，在180天内限制购买车票。铁路公安郑重提醒。列车车厢和卫生间内均安装有烟雾报警装置，吸烟会触发报警，危及行车安全。造成列车降速运行或者紧急停车，请您不要在列车任何部位吸烟，否则将依法追究行政责任。感谢您的配合。Dear passengers, welcome to China Railway High Speed. This is a very great train.